因为我们这一天学舞也是挺累的，大家成员压力都很大。我们这一天学舞也是挺累的，大家成员压力都很大。然后老师说的是我是天命加力。没有，其实他们是故意的针对你的，故意针对你的亲戚。其实你胖的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很差劲，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差劲。我就在想，今天为什么老要骂我？拍照照一下。别哭了，奈萌今天生日，对，开心开心，我们会越来越棒的，我们会越来越棒的。这是冰淇淋，冰淇淋的，不然要化的。还是不可以。先吃一口，然后放到隔壁冰箱里面，然后你跳完再吃。아이스크림다먹고연습하면은아니봐봐들어봐선생님听老师说话。먹을거야먹을건데지금다먹고연습을하면现在都吃掉的在练习的话선생님도내일생일이잖아老师明天也是生日啊패밀리지금기다리고있어今天老师的家人在等他가족들기다리고있으니까우리가연습빨리하고我们赶紧把练习보내줘야지그다음에먹자我们把练习先完成，然后让老师先回家过生日。이거아직드라이아이스있으니까안녹을거야。我放在里面就不会融化的。它里面有干冰的，不会融化的。放心，放在我身上。我垃圾倒了，我全都会帮你们吃光的。放心。我笨。我是说你今天怎么突然出现了？对呀，我不能上。安妮，安妮，走开。张姐，丢人死了。张姐。沈阳演技怎么那么好啊？我演技好吗？是 Kiki 说我很做作，真的好做作，笑死我了，憋不住呀！你俩一直在写诗，就一直我以为你真的不是这里的，对呀，我不是故意的。处理人好了，快点，你们集中一点，快点，老师也要回家过生日了，哎呦，第一个表情。Thank you.